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的锦鳞周点评。锦鳞周点评呢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资深的媒体人杨锦鳞先生一起合作的时事热点的评论节目。杨先生是拥有30多年经验的媒体工作者，那么他专注在各类的社会问题研究还有国际事务上，他的时政评论也是独具风格的。我们非常有幸邀请杨先生一起来合作锦鳞周点评，在每个周五的美西时间下午6:30左右，杨先生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对于这一周时事热点的观察和分析。喜欢的朋友请你一定不要错过。当然如果我们一周一期的节目让你意犹未尽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来关注杨先生自己的油管频道老杨到处说，我们有很多的话题，杨先生都会在他的这个频道跟大家做深入的讲解和分析。那么这个每天的更新啊，时事分析随时随地。那么今天已经是我们的这个111期节目了，首先还是来欢迎杨先生。杨先生好。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111刚好是辛亥革命的这个时啊，我觉得也讲共和还没走完。中华民国刚刚就庆祝完，对不对？111周年，对。所以这个我们当然要和杨先生一起来这个关注国际大事，可以把这个节目做到1111期哈，这个或者是更高的数字。那不要，那我要去游山玩水谈恋爱。没关系，杨先生，你去游山玩水谈恋爱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直播。我们就不讲这么政治这么正经的话题。多岁的老头谈恋爱的点滴感受。哎，对，杨先生刚才还跟我说啊，这个人生缺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杨先生我跟你讲啊，细水长流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经验，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有时候恋爱太过分它会很伤，就像你的朋友告诫你的。你上厕所就是细水长流。好，谢谢杨先生。这个其实有时候跟杨先生聊一点这种话题还蛮有意思的哈，看看未来要不要跟杨先生不要讲时事了，我们谈点这个生活，谈点这个八卦。但是我的擅长，我做过一期节目，这个夜夜谈也很爆，对，十几亿的流量，哦，是吗？那以后我们可以策划一下哈。好，今天还是要跟杨先生来讲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但是其实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这一周都在关注，就是关于二十大。那么当然我相信杨先生对于中国的观察是很深入的，所以呢今天大家要好好的听杨先生对于二十大的一个分析。首先还是请问杨先生，在这个开幕的第一天，这个习近平做的这样的一个二十大的报告啊，您总体来说您是怎么来看待怎么来评价？75页的政治报告那很长了，这个是共产党这个体制必须要有，跟美国的国情咨文的那也可以。啊，可以不等量齐观的，但是它是一个党的执政纲领。但是习近平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因为年纪大都要尿频了，然后呢，就是做了1小时40分钟，比19届少了一半时间。19届身体还扛得住啊，所以我觉得也很认真。嗯，那整个这个报告来讲，就是习近平的下半场，也就是执政的下半场，也就是他主政的合法性的纲领的阐述，就是他勾勒一个蓝图。那么这个蓝图当然呢，这个内容很丰富啊。嗯，那么也我相信很多主持人、很多节目的嘉宾都有一些解读。对，但我简单归纳就三句话。嗯，第一句话就是他突出强调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嗯，这个呢跟改革开放以来是有一个区隔的。哦，改革是为了开放。但是这次以后这个政党它的改革是为了现代化，而这个现代化是自己的，跟西方不一样，就明确告诉了老子不走你们那条路了，我要自己走这条路。人类历史上这个路呢有它的道理，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是单极的。嗯，英国今天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呢，当然是从英国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呢就留下了，由于它有普世性，而且一直呢延续到美国，然后呢法国大革命经过几次折腾以后就变成世界上一个相对定式的普世价值比较一律的一种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是吧？这个也是100年、200多年的这个历史。嗯，当然这个历史由于美国的强盛，战后的这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呢，人们也很多做很多的拷贝。当然到目前为止呢，世界上不走这条路的，想自己走另搞一套的路，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案例啊，这也是一个事实。当然这个世界可能要呈现某种程度的多样性，那么多样性也允许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来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后紧接着浓缩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嗯，那就是他的下半场。那么总的来讲，憨巴郎的70多页的政治报告啊，还有他那个习近平的讲话呢，1小时40分钟，
你看他很多代表在那画线、啊、就是平时学习不认真画给那个中央电视台记者看那个基本上就我认为是新瓶装老酒，就把所有过去谈的那些闪光点啊、哲学理念啊，噼里啪啦全部装到一个瓶子里面去。这瓶子可能是五十年茅台，可能呢更一点，但是里面的酒应该是新酿，里面是老酒，但是呢勾兑一下，这是一个。第四呢，这无疑是奠定了习近平个人显明政治印记的新时代啊。我想这一点呢大体上可以这样看，因为我们也不是来学习习近平政治报告的新的体会，对对对，大概我主要特点抽凝练一点就这么多。昨天的马朝旭外交部副部长这个记者会，一个记者问了他一大堆习近平会不会去，问了一个问题，习近平会不会去二十国峰会。哇，这个哥们当然是复旦大学这个以前参加这个新加坡辩论的，哗啦哗啦把习近平先表扬一大番啊，然后完了讲了半天，就是讲了半天才说会去。所以我在想，我如果当这个发言人的话，我大概是四句话：第一，谢谢你的提问；第二，他会去；第三呢，有一个特别安排，他会跟印尼的总统一起呢搭乘那个高铁啊；第四呢，下一个问题就行了，花了很多时间，你要看一下，不得了。所以我想，这个大陆的官场的文化现在也批变啊，俯拾皆是，到处的吹他的牛，捧他的脚。这个呢，这像他宪宗之类，唯恐大家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位置，所以这个也很庸俗化。所以我许章论说他是很浅薄，我觉得这浅薄这两个字用得非常的恰当。好了，就下一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这个我想问您啊，这个报告当中，这个有人统计过了关于这个安全和斗争以及改革开放的这样的提出的次数。我这里想请问您关于安全的这个部分，因为有人说，既然提这么多的安全，就证明他意识到了中国不安全，所以您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解读吗？中国如果目前处于现在的状况内有这种不安全，国内的不安全，国际社会的不安全，完全是过去十年施政造成的啊。这个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促成今天这个局面啊？说敌人亡我之心不死，这个话从1949年讲到现在，对，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它都赋予不同的含义。所以呢，我想这个安全的点数多，就说明说安全度不够。国内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就是有不安全、不一定的因素太多。国际上来讲，基本上它成了一个被孤立的对象，而且把它和普京扫在一个旮旯角上。对，那这里当然在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中，这是绝无仅有。即便是8964之后的困难，即便是08年奥运会前夕，即便是中国加入 WTO 之前的有的起起伏伏，即便是90年代初中国被美国扔在第三方打银河号事件什么之类的，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国际环境那么恶劣。国内环境对新冠流经济政策，它现在说老实话蕴藏了很严重的危机，只是没有人愿意去面对和点破它。我昨天有个节目就把这两点，今年年初有一个人做出10点预测，我发现差不多都快实现了。紧接着也有一个人呢点明了未来10年的东西，这两个人比较极端、比较悲观，但是点出了中国什么政治社会转型、国际环境的一些我们不应该看到或者已经实现、目前是客观存在的恶劣的现象。所以讲这一点呢，是非常明确的，安全为安全为主，对。了解，确实就是像刚才杨先生所说到的哈，这个国内国际可能都感觉到了危机。那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低迷，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压抑，没有像今天那样的言论紧缩，没有像今天这样呢有的不确定。20%年轻人的失业率，那是会酿成什么事件？那个说老实话，想起来真的很可怕。香港如果不是年轻人失业率那么低，不会有2019年这样的一个爆发。这个东西如果在中国出现这个情况，虽然我们有枪，我们有武警，我们有公安，但是呢老是这样不行的，对吧？这个大饥荒的时候，中国就浙江省就一个省抓了15万，那都是种地劳改啊，也没有枪毙人啊。如果这个大规模的东西又出现的话，那不可想象。
是的，对，没错。那其实我知道杨先生您是不喜欢做算命先生，你也不喜欢做任何的预测，但是这里我还是想问您这个问题，因为对于入场的名单很多人非常的关心，当然说实在的我不是很关心，因为我觉得谁入场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习近平的人，但是呢有很多人就会说哎，这个啊他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政策，所以呢在这里我还是要请杨先生做一回算命先生哈，您怎么样来看待一些网上的一些猜测的入场名单，在您心目中你有没有认为的有可能的一个名单？第一，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这个国家是那些红二代和权贵的，所以呢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这个党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呢我想我本质上的我兴趣不大，爱谁谁好吧，关我什么事，别影响我生活就行了，对、啊、这是基本的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就是9700万党员都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入场名单的甄选，2300代表只是举手，只是背书。你说这个入场谁入场，其实都一样，就是你说都是党的人，不一定都是习近平的人。那么如果呢，就是现在最极端的一个名单的清社都是习家军，这里面来讲呢，有这种可能，因为他现在已经人民领袖号令天下，那么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中央委员的候补委员的名单也要经过他来遴选。啊，甚至要个别的谈话之类的东西都有，跟蒋介石当年的黄埔军校要那个一样。那么清一色的习家军，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这个党呢，以后非常很鲜明的习近平的烙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即便是毛泽东那么的至高无上的，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要照顾你到中共九大。还有这右边的那边坐的都是那些老帅啊，那些被当成右派的人，还是要照顾他们一点颜面。现在如果完全整个入场全部是习近平的人呢，这个是基本是违反政治常理、政治常识和中国共产党党内伦理的。会不会这么做呢？我是有些保留。那如果这么做的话，我讲的真的是最后一代了啊。真的是最后一代了，而且呢也有很多的猜测，这个说法可能比较重，但确实也这样，你这完全不考虑到永续发展，不考虑9000多万党员不是来自浙江，不是来自福建，不是来自上海，是五湖四海，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兼顾啊，给你10年玩，玩了10年以后你还是这么玩，那是不应该的。我认为这个呢就是这个党不应该出现这个状况，如果这个状况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我们有心目中的常委，谁当都一样，谁当都是把香港搞成现在7荤8素了，没有办法拨乱反正，香港这个优势说没就没了，回不来了，对，是吧？所以我想呢，都很痛心，很痛心，看得这么不对，就以香港为例，这么呢，我们昨天讲了后面那个人的，那个预测10年以后，深圳都没有竞争力了，现在深圳、就是。做的那个频率，这个核酸检测是那已经超速度了，这个超过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以后会变成守正创新的城市呢？很难说，很难说。也许守正创新的地方是从延南边上富平，还有那个梁家河出来，梁家河的灯光啊，就照亮了全国人民的心坎。这个呢有点怪异啊，有点怪异啊，包括党章的修订的两个维护，两个确定。然后如果党章修订把人民领袖再写进去的话，那就好玩了，那就好。你毛泽东的没有那么伟大，就把自己四个伟大写进去，他要把它改掉，这个呢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对习近平来讲是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啊。这两天这个网络上现在开始在设想这个场景研究，当年如果是没有那场他老婆的凶杀案呢，可能是薄熙来就上了，那薄熙来上了10年的中国会怎么样呢？大家想一律的结论就是有过之无不及，都一样一个屌，他他妈的接受了那种熏陶，那种使命感。差不多，差不多，对，九十人是的，其实还有一种评论哈，这个我不知道杨先生有没有听到，因为在我这边有嘉宾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他就认为过去的10年是习近平继承了这个胡锦涛、温家宝他们的10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因为有不折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中国的是这个整个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超过了德国，超过了很多的这个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看到这10年是断崖式的下降，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清零政策，然后。他们认为接下来的10年才是真正习近平要为自己开创的习近平时代的10年，所以您觉得这个10年是不是会
回到40年之前？希望能够回到，但是很难回到了，因为过去这十年是基本上用倒行逆施比较重一点，基本上是向左转往回走。对，所以就是回，是不是会回到改革开放之前了？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因为这是一个从小没有父爱、没有父亲熏陶的长大的人，他的成长过程其实完全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影响。对，是的。那么这样的话，他的潜意识里面这种东西也是根深蒂固。我们也一样啊，我们那时候，我们现在哪里会同唐诗宋词，会一点但很可怜的少。我们现在脱口而出，可能都是毛主席诗词，都是毛主席语录歌。这一代人，我讲今天在线上收看的很多朋友应该有共鸣，那好，过去十年的积攒的家底也差不多要用光了，对。这也是，如果是接的这个家业的话，那是也是败家子的做法。那么胡温这个十年，现在在一些外面的淫匪的当大外宣的人呢，是把胡温贬得一塌糊涂，就贬得一塌。第三个呢，就是讲呢，过去十年是救党，未来十年是保天下。哦，过去十年，因为他习近平在2012年，我在我们节目也说过，他在自己在12月底。中纪委会上的他了解，今天我们这个党是中共啊，现在的情况跟苏联解体前差不多，就是相似、相同、相近，那个程度是一样的。如果闯得过，就万水千山；如果闯不过，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意识到这个严峻性，这个党呢，在过去的十年，甚至江泽民、胡锦涛这个20年。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伟大步调的权贵资本的这个党是变色的，是，而且是国家的财产哗哗的往外流。对，这个不要去掩饰，那些有时候在这里留言骂娘的人可能都是这方面的一部分。对啊，这个就不用去说他了，那第一桶金不一定都是正大光明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他这权力救党，因为他是这个党的孩子，第二代，是吧？那么过去的反腐啊之类的东西，他还是用了很多心的啊，扫除异己啊，打击党啊。另外，真的是惩治贪污腐败，他做了很多。他有一句话，在广西代表团有人夸他说，他自己讲说，一个历史学者说他这个24史都没有像他这样反腐败，他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就是历代24个王朝抓的贪官都没有他抓的多。他以为这就是功绩，其实这句话其实是很难听的一句话。没错，24个朝代的贪官有没有？有，但是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多。那你这个共产党的天下做得稳吗？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还在抓啊，还在抓。所以我想，未来的时代就是他的时代，会不会往回走呢？这个且看。但是很明显是往回走，意识形态已经往回走，而很明显的往回走。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不是自主现观呢？中国式的现代化要不要改革呢？会不会再继续开放呢？这个东西都是未定之数。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能身边的书生在想什么，他也自己也不清楚，因为他的思想也同样是个大杂烩。他的思想是不是完全是他原创的呢？还是王沪宁责备塞给他呢？然后把他包装成他自己屁颠屁颠拿起来印书呢？所以啊，这个都很难讲。他不是一个很像毛泽东这样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有沉淀，然后真的是经风一见世面，是打过仗的，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他不是嘛？他是在相对不是一个很优越的条件之下，但是呢，父亲呢受到了18年的冷落，这一点我想他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父亲是中共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是他是中共权力斗争的战胜者，这一点来说。可以到他们爹 门前再烧一魂香了。哎，光耀门没了。兄弟，我可以了，毕业了。是的。还有一个这个说法哈，因为这个刚才这个杨先生你没有说到这个人选哈，有人会分析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是李强出任这个国务院的总理哈？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比较，就算很想知道的话，也就是想知道总理的人选。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份消息说，有可能是胡春华哈。那么如果我们说是这个李强会出任的话呢，就是
会打破很多的一些规则，因为过去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人，他基本上都是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一个职位的。那么这个有分析就认为哈，就是说习近平可能不会这样做，因为不会打破规矩。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习近平一直在打破规矩，所以这件事情也很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不知道杨先生你怎么看？对，李强呢是跟他跟得很紧的啊，那就不用说，都是浙江新京的核心部委。上海市委书记一般都是往中央政治局或者是国务院这个层次输送人才的一个。对，但是会不会直接就进到总理了呢？直接进入总理，这个以前是没有潜力的。朱镕基也当了一段这个一点的副总理以后才登的、啊。对。然后习近平也是从上海市委书记，弄下去。百年党史或者1949年以后进城以后，从来没有这样的安排。那么百年党史刚才也说过，从来没有这样的清一色的自己有几个爻啊，嗯啊，全部都是有程序的套上这个又表忠献忠了。你就那个李鸿忠，就是讲了半天你也没鸟他，嗯啊，说这个还是他还是有一点自己的红色基因的这个血缘血脉关系的东西。不搞五湖四海，如果搞清一色的习家军、习家党，是会惹众怒的啊。原来就是你这分饼不公平。嗯，共产党它也是个利益集团，对，只是它带上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漂亮的外衣，但是它如果在这个分配权利或者享受权益这个不公平的话，是给自己埋下隐患。第三呢，我就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非李强不可？嗯，李强何德何能？对。李强有什么骄人的政绩？一个上海，一个封疫情封城，已经搞了七荤八素。那两个人都是习家军的人啊，一个刚刚死，老婆刚刚去世，是吧？公正啊，这个呢，很多人说这就是用的“升官发财，死老婆”这个规律啊。当然，老婆个人妹妹，当然我们也表示哀悼啊，希望可哎。应该也不至于会像张高丽这样去找一个网球运动员又怎么样，宇宙只有一大子啊，对。所以我想为什么非要李强不可？这东西有点荒腔走板，如果是真的话，对。我相信习近平再理智一点应该不至于这么做。因为国务院这个过去十年国务院总理的权力已经被削得差不多了。是的。削弱得差不多，就是个管家，就是个给他擦屁股，就是一道防火墙。所以有人提出这个很极端的，你都已经掌握大权坐稳天下了，前面有人给你挡一场箭，当一个防火墙，而且可以甩锅的对象，你什么非要用自己的？你把李强弄到总理这位置上了，动辄处就是你，不是李强。对，这感觉很，要不呢就是 disorder 了，就是已经他头脑有点散乱，嗯，要不就真的是违反这个常规。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是要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如果是在荒腔走板，我认为这是糟糕了，这是脑力和精神上面有问题，智商有问题。了解，是的。所以这份名单应该是在下个周一出来，是吗，杨先生？没有，这个名单在明年两。你说什么名单？就常委名单。常委名单，常委名单星期天就有了，星期天就有，23号吧。你们的周一，不对，你们的周日，你们的周日。我们的周日，你们的周一。对。但是呢，今天其实我们如果播出的时候，现在已经是闭幕了。闭幕的话呢，当然也不会谈到这一点，只会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成员和候补委员，然后就宣布闭幕，大家去做核酸检测，然后通鼻孔，然后就回家。但是关键的整个这个党代会最重要是23号。是的，你们24号是吧？不对，我们你们的23号是我们的22号。哦，那么就是你们还在熬一天，大概你们也应该知道了。对，我们当时就应该就是晚一点会知道，应该都一定要清楚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知道就一目了然了。对，所以呢，这我们也在开始20大，天天做节目，天天做直播，很好玩，很好玩，对，很好玩。是的，20大的候补政治局委员。对，没错，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所以但是其实这种也是大事。你刚才谈到了一个，您这个总是善于打破规则，规则。我认为这句话也没有说错，比如说没有第三个任期他有了，对，过去有一个默契的七上八下，然后呢也许这一次就没有七上，他自己本身就打破了七上八下，没错啊。还有一个呢，把任期制也彻底灭了，变成这可能是终身制。对，第三呢，就拼凑了这个习近平思想啊，
过去是习近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么长，这次的党章会不会干脆把它浓缩为习近平思想，也是个值得观察的地方。我感觉习近平有什么思想不知道，很多东西真的不知道，没有一个伟大领袖的思想要印125册的书的，没有，史无前例。我以前说过圣经只有一本，对吧？圣经只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才4集，最后印了1集也卖得不是太好，对吧？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讲是他如果打破所有的规矩，他怎么建新的规矩，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主持人，是的，没错，谢谢杨先生的这个解读。那么其实说到20大呢，肯定是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我们是一直在说这件事情，而且觉得之前中国的很多的都是为了20大的稳定召开。那么当然就说20大对接下来的影响哈，我下面想请杨先生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您的一个看法。因为有人说现在中国应该是处在一个这个交叉路口，包括世界也是，因为俄乌战争可能会分化了这个世界国际吧，那国际和国家。那么您觉得二十大对于中国接下来的影响是不是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会越来越紧？中国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自己沦为世界的一部分。对，是的，尤其是世界经济体系，无可争议它已经是一个大国。对，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什么国家的好是不可被忽视的。对，所以美国也把中国视之为是全面竞争的一个对象。那么未来的10年或者20大对中国的影响，当然按照中专方来讲，你要赶的就是要热泪盈眶，就要万寿无疆的感觉。但是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对世界，它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哦，对，世界也处于一个二战以来最险恶的国际环境，有俄乌战争没完没了，对，不是那么快的结束。我是来讲3个月就打满了，没想到现在3个月淡薄了，现在很可能下去。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整个世界的国际秩序在面临一个重大转变和改组甚至重构的一个前夜。但这个时候呢，中国理所当然的就变成是众矢之的，因为理所当然是因为他再也不韬光养晦，然后他要敢于亮剑。那么这里呢是跟他对自己的综合实力的一个评估，然后他做出一个战略判断，就是东升西降，所以他要扮演一个大国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呢，德国有一个媒体是柏林报还是柏林日报讲了，就是习近平的中国和习近平的世界。那么现在的中国应该是习近平的中国，他一扫陕北老红军的这个过去受的委屈的鸟气，然后呢就是成为了这个掌控了中国前途命运的一个当家的人。这一点呢对陕甘宁边区出来的老乡和他们的孩子来讲也许是个宽裕的事儿，但他制造了一个前所有的恶劣的国际环境，日益紧缩的内部环境，他以后的内部治理要投入非常昂贵的成本。那么对付国际恶劣的这个外交问题，在如何处理大国的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欧盟的关系、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妥善的处理好台湾问题，我相信的不确定性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而且很混沌，不一定让人们看得很清晰。这是基本的看法。对，好，谢谢杨先生。那这里必须要说一下，因为就像你说的，中国是大国，它已经融入了整个世界的体系。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像美国，它其实已经在进行这个产业链的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加上俄乌战争，中国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之后，其实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它也是有另外一种看法的。那您觉得20大之后哈，世界会怎么看中国？那么中国又会怎么样跟世界相处？还是说我就闭关锁国了，我就自己管自己了？完全的闭关锁国估计有点困难，但是呢，国际环境会制造一个让他不得不完全闭关锁国的环境，因为这所有东西有他的责任，也有国际上一些主要国家的责任。对啊，这很明显，习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未来这个5年10年这个如果经济在崩盘或者经济在往下滑是很啰嗦的一件事，因为中国就不会再提脱贫啊、小康了，可能另外一些很挠头的问题。那么习近平这套东西东升西降，中国模式要解决世界难题，
命运共同体，也是他孜孜以求。那么会不会世界变成习的世界呢？当然力所不逮，但是西方国家是很警惕。这两天《纽约时报》有一篇评论文章写的习近平谢谢你 Thank you 习近平、啊、为什么、要去看一看看一看，其实他其实这样讲的，习近平给西方国家的重新团结，给美国的重新的振作提供了一个机会。对，是的、这个呢就让他刺激和激活了美国的原来应该有的那样的活力，然后呢减弱了美国社会现在存在的民主和各方面的怠惰。我想呢这也可能是习近平自己没想到。纽约时报用这样的反讽的一种写法，其实也写出美国多数政协界的看法，他们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样板，然后不断的敲打和刺激他们。我想这是美国这个社会以及西方这个社会，他之所以拜登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实现了他的团结盟友，凝聚这个民主机制来对付这个俄罗斯跟中国，这一点呢习近平算是其中一个踩油门的人。那么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另搞一套，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了。但是一边的体系很弱，一边的体系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呢走这种相对集权专制的路的到今天为止都风雨飘摇居多。如果中国有没有朋友呢，就看看如果债务危机处理不好，连非洲都不一定有朋友。所以我想呢，这老铁老八那个巴铁是不是还会真的继续跟着你走，这个说老实话都是西瓜未边的小鹰啊。你自己如果经济不行，那么靠昂贵的这个维持成本你难以为继，因为你自己本身创造不了价值，你就是重新再收税课间杂税，你也满足不了一带一路的要求，满足不了你也大手笔那个大傻的花钱那个甩票的问题。所以我这个问题在讲，那我们来看到从习近平在未来的十年，未来的中国的中国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九个本质啊，这个来讲就 是打包在一起。但有两个关键的问题，这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党国领导了，第二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所有的现代化要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求，它这是很关键的两点。所以我想习的世界会很混乱，习的中国呢可能会越来越固化，因为大家就一种思想，一个国家一种这一个政党一种思想一个主义，这就是蒋介石那时候在内战以后提出来的宪政改革的一个说法。这么庞大的国家14亿人9000多万的党员，而且呢处于更成熟期的 中老年的党员是经历过改革开放这一代的熏陶，他们开了窍，他们知道世界的是什么回事，嘴巴可能不愿意跟你这么一说，可能呢心里都很明亮，那这些东西就不是你的坚实的统治基础，这可能到时候是反戈一击的一个其他的力量的社会基础。所以当然呢为了趋炎附势啊，当个官的人他们一定会出卖自己本来不应该出卖的那一部分，这些人也很多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两看啊，世界要学会跟中国相处，美国已经明确态度了，对，那么除了芯片以外还有其他的，美国就要尽量的让你不可能那么容易的达到跟他并驾齐驱的一个地步，当然那让中国现在也力所不逮，一个芯片就搞得大家头已经很被动。我习近平讲了高新科技的东西就只字不提芯片，也他的道理。台湾已经是第六次派张忠谋，就是台积电的荣誉董事长去参加 APEC 会议。就台湾就把这个台积电视作为护国神山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台积电芯片的生产。但是张忠谋自己也讲得很清楚，台湾的优势还有5年，5年之后美国的产业转移完成了以后呢，台湾就没有护国神山，所以呢就是这些未来的5年也很关键啊，很关键。习近平稳住基本盘不是用自己的，全部是清一色自己人有关，说了我有几个朋友跟他底下这些人都有分别不同的接触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搬上大台面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面对大局的，因为这都是事务官居多，秘书出身居多，唯唯诺诺居多，这个国家交给这样一些人我们怎么可能放心，但是没办法，
这是国运的啊，国运。嗯，湖北省已经恢复了全省的供销社了。哦，这个供销社是计划生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对，当年我们的可怜的糖盐油酱醋就是到公社的这个供销社去购买啊。我有个朋友后来是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他是在供销社干了十年，当然他有工资的是吧。嗯，这个东西都是已经被挥去的一个记忆，现在又回来了。嗯，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走回头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享受过，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可以争取自由和尊严的那个机会。嗯，我们不想去自由尊严，但今天的孩子年轻更年轻的可能他们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呢，习近平的整个施政的纲领、施政的路线，也可能还会有相对比较丰厚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就跟我们当年走过的路一样。这是中国这个民族，不得不要面对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安排。对，这国运如此，你只能面对。对啊，主持人。那杨先生，这个毕竟，你不要看，美利坚合众国还有你们的一席之地。是是是，就是这个只能现在就说这个，可能也有很多网友不太乐意听啊，就是还好是走得早。然后这个其实刚才杨先生你讲了这么多，你也讲到了就是说可能会它会成为一个这个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想请问你，你也说到了现在像我们这些年纪的，就是或者是比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他们其实都是经历过改革开放，他们应该也见过外面的世界，了解西方的一些文化和一些文明。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样的，就算是中国有信息的投喂，有信息的控制，那这些人他难道不能够形成一股力量去做出一些改变也好，或者是反抗也好？蔡霞已经很明确的说，有大数据，有单位，单位不给你支撑，有管控是不是？对，管控那是无所谓，那个单位就不得了了。我们的单位是自己的公司，我们自己要几点上班都可以，累一点累一点，他们不行，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监听，各种各样的那种，他们就寸步难行、哦、没有单位，很多人就没有公开，没有饭吃，嗯，就没有课可以上。现在大陆不是几个教授就这样，干脆就把你锁定，如果这个教授不懂得一点投资的话，就活不下去。啊，重庆大学有个叫唐云教授，还好他太太开了民宿，嗯，但以后会不会限制他民宿就业呢？这个难讲啊，嗯，很难讲。而且呢，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核酸检测风控已经变成很成熟的一个网格化的这个社会监控，是吧？每座楼没什么东西，就完全无所不在，健康码来加上你这个东西，所以他的。内部的社会治理大国那远远超过1984的描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你经济不独立，每个人都不是鲁迅不是韩寒，他怎么敢说不说真话，敢说反抗的话，团结起来更难。北京的离退休老干部身边的服务人员可能都是来负责监控他们，他们家的电话可能都是，这个东西从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这不是秘密，是吧？我刚才以前有没有讲过，就是李先念到西山去找叶剑英，两个人谈话的时候把电视机开得非常大，那时候可能杂音比较多一点。更真不可信，哪一位人去找叶剑英还要把他带到花园里面，嗯，啊，邓小平呢，熊向晖去跟他聊也是这样。然后邓小平是谁，叶剑英的儿子去给邓小平报告说，四人帮抓的时候呢，是全家人挤在厕所，把所有水龙头开得很大。为什么？那个时候也是防止窃听，窃听这个东西可能到那时候到现在都一样，而现在更精细啊，现在更精。那这样一种警察这种特务式的这种恐怖的东西，你看谁能有办法能够集聚，对吧？老干部平时不能够串门，也是一个政治党的规矩，就怕里面说三道四。那你说这样的话，你怎么你们可以在当街骂州长，骂什么总统，对，骂的老翻天，这里不行啊。我就刚才这跟上个礼拜跟学生上课说，这个香港有董建华当特首要去访贫问苦，到那个街席去跟人家握手，有一个商贩就把手就当面就把他放在自己的背后说，
我唔中意你，唔同你握手，我不喜欢你，我不跟你握手。你他妈到大陆给我一个村长，你给我试一下看看，马上拆迁，我操，是吧？做的这就不一样，这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考虑到这一点啊。那杨先生，那就是要一直这样吗？你这个东西就不能够记着，有可能因为国内日涅夫统治苏联也是18年，都知道不行了，也知道这个是阿斗，说的是狗屁，什么都不是，但是他就能够干18年。就是现在就要看，不是一个习近平的问题，要看身边的家军呢，这个拿到了新的岗位以后，能不能真正的为国担忧、为民服务？如果不行的话，一起整天这个思想都在吹牛拍马，就跟斯大林晚年一样，那就很麻烦。是的，那杨先生，这个要很麻烦，天天晚上吃宵夜，吃到天亮喝酒，大陆应该不至于，至少彭丽媛不允许他这样做，是吧？因为身体还是要注意的。哎，是的。但是杨先生，所有的您说的这些，我觉得他都是除了是国家机器在管控以外，经济应该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经济的支撑，你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大数据，包括监控，哪怕就算是国家的，它也需要一些经济的问题。但是你看现在，你觉得中国的经济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中国的经济现在主要这个外贸的进出口的指数还可以，因为订单也不错。一个朋友，在东莞的工厂说，现在订单还不少，因为它的个制造业的这个基本的低端产品的供应还是这个订单可以。但一个国家不能只靠外贸。对啊，它的实体经济还有它现在地方财政那么困难，对吧？现在呢，几个在内地搞企业的人昭告叫蝴蝶，开始查税，10-20年了，倒查20年，那国家有没钱了才会这样。国家真的有钱了，这个都不再在乎了，是吧？所以我想呢，就是改革开放如果放弃的话，实际上也是放弃了。改革还会需要，不改革他那个政府的行政官僚体制没法运作。但是改革是不是改革已经不是我们认为的改革？改革会还是改革，那么一个政府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不是为了开放服务。邓小平当年讲很明确，开什么放？开放就对美国开放，跟李慎之在飞机上讲，跟美国现在证明跟美国走的国家都发财了，对，不跟美国走的一塌糊涂。现在你不想跟美国走，现在美国不行了，东风压倒西风，美国要亡了，这样都要完了。对啊，我们要来解放前人类了，先解放美国吧。对，这个呢，也许有这个有这个想法，就革命的乐观主义跟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乱结合，不是相结合，啊。浪漫的极了，比毛泽东还浪漫，如果是真这么想的话，这个呢就是以你为优就在这里。所以呢，香港不需要了，他嘛把它让回去一个小渔村，发展国际渔业中心可以，其他都不用，不会把香港这个东西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上。香港已经不需要你东西方交流了，那所以不需要，那所以他要放弃经济吗？你觉得经济不好了，政局是不是也会有问题？说放弃到经济，要到地去搞蓝泥湾大生产，也不至于，因为他现在还有一点底子，还可以做一些呢。中国在制造业方面还有自己的一些相对的优势，但这个东西随着美国高新科技的限制，随着西方国家跟中国关系的交恶，对这样的优势可能慢慢就会掉下去。没错，这个是要看到了，自主创新、守正创新取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很担心他是不是守正创新，守邪创新。因为你的正在哪里？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个希望，当然不一定完全能是西方，那西方所创造的那些文明的沉淀，自由民主、博爱，是吧？然后呢，这个相对的对资产的财产的保护，这些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公共财不是什么制度所必须所拥有的。那共产党的这个24个。制的核心价值不是有自由民主吗？对，对吧？不是也有这个宪法上不还写言论自由吗？对，哪有言论自由？没有，有言论自由还质疑要有人在这个北四通桥去贴横幅标语呢？是吧？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我们不陌生的中国，但是他又回来了。
是，这个其实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这个知道改革开放，然后大家都过好日子，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一旦是经济回去的话，那么人民肯定会有反应。但是像刚才杨先生您说到的，如果是说在这个管理层，他们是中国人民很好管的，三餐温饱啊、不能去旅游就去跳广场舞，但是你也不能让人民吃草啊，杨先生。人民吃草吃三年，那是王岐山自己先吃了，你吃三个月再说。人民谁他妈跟你吃草？对呀、啊，如果真的人民要吃草了，那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刮菜袋我们是经历过的，对吧？凭票券供应我们经历过。中国现在硕果仅存两张女性用的月经票，都出自于江苏的产棉区。这两张呢，我都见过，一张在张贤亮那个西部永城。一张在樊建川的这个博物馆里，这个大饥荒的记忆，我们是以记忆犹新的，是啊，记忆犹新的。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们忧心会不会是多余的，我希望是多余的，对，我希望是多余的，因为习近平是知道农村疾苦的，哎，他因为在那待过啊，至少农忙很忙，农闲的时候在那窑洞前面晒太阳抓狮子，他是抓过的。理论上来讲，他不至于会这么癫狂。哦，但是难说。嗯，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年龄相仿，的六七十岁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工作，还天天学高新科技技术，那钾怎么样操作啊？OBC、ODC 又怎么样？那个让它更灵活的时候要是吧？很新。很好玩，习总书记现在天天批改这个作业都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而且批的都是让他很嗨睡不着觉的，都是很亮丽的成绩，是不是真实情况都不让他知道呢？我相信也是，像傅华那种新华社社长，大内山怎么敢讲真话呢？所以我跟他讲，要听真的，西方对你怎么评价，欢迎收看老杨到处说。对，欢迎收看锦鳞周点评。哎，欢迎来看我们号视频。哎，是的，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刚才您说到了哈，就是说改革不是为开放服务的。那么当然，开放让中国获得了很多，特别是在经济的这个利益上。我相信，但是现在你觉得哈，就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国际投资它还会觉得可以用这些东西去换中国的市场吗？当你的政治发展和其他方面的不确定性还存在，而且会比重会越来越高的时候，投资者不敢贸然进入。那外资的撤出对中国是什么影响？那么，比如说我们讲香港，现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被新加坡所取代。对，是，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当然我们也祝福新加坡人，因为我一直理解习近平这么做就是想成全新加坡成为一带一路枢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可能是啦，就他妈的把香港牺牲了，让香港变成这个深圳的一部分吧，大概是有讲。但是我想呢，搞不清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在香港跟几个商家老板他们一坐下来就问习先生在想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告诉黄先生在想什么。是，大家都感觉惶恐，对，没有办法做主张，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不知道你的清零政策到现在还在以人为本啊，人民至上啊，他对人民至上的解释是一个人病了十几个医生围着他转，这叫人民至上。河南鲁州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发高烧在隔离区方舱医院，就是没有人给她医治，发高烧致死。对，那个鲁州书记为了去抓两头跑出来的什么鳄这个鳄鱼还是什么东西，花了两个月的这个人力物力时间，难道人命是这么贱吗？还你真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吗？你这个也是你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虽然这个个案的体现是在那漠不关心人民疾苦的，漠不关心。如果到他这个城市的还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这个党呢，还要再永续发展就危险了。对，是的，这个确实。所以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他在一些我们觉得很荒腔走板的政策上，不计成本，不计后果。
所以这里面讲的未来十年，嗯，那个叫邓运清三世，应该是深圳的一个作家，不知道这个人。有几个东西我想借这个节目也再重复一遍。第一，对外关系陷入对抗，跟美国进行激烈和不激烈的明里暗里的冷战，新冷战如果能达到冷和就不容易。嗯。第二，跟周边有建立对立不信任，东盟几个国家日本韩国看到你这么张扬，人家害怕跟你为邻，这个大国基本上不可能再有可以值得信任的朋友，如果非洲没有，其他地方就更没有，这是他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在美国和西方的压制之下，外贸对贸易就处于上不去下不来的状况，就是低端产品还能够弄给你一点，但外贸的重要性的减小，所以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可能退到1990年到2010年的区间，不再有新的发展。中国主要现在对外虽然也有一些重型工业的这个，包括高铁啊，重型机械啊，挖泥机什么之类的，主要还是提供低端的产品，基础农业的加工制成品。中国通过外贸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啊，因为越南虽然越南不能完全的吸纳你这个转移，但是呢印尼越南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的外部对抗问题，国内的治理就会紧缩，对人民的管控会更严厉，把所有的监控弄就让你确保就露头就打，对吧？这个另外呢，社会会越来越萧条，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老年化。嗯，中国社会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或者超老龄化，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然后这个社会呢又老龄化，他是没有活力的，而且呢很要命的，没有人会生孩子，没有人想结婚，躺平人会等，新生婴儿会减少，这个呢就会成了跟美国一样，美国现在老龄化很严重，对，开始出现了，日本也一样，所以你要呢有怎么样去高质量的产生一个新的经济转型，现在看不出来。第三呢，私人企业会大幅度萎缩，小卖部啊，这个餐饮业会有，但是呢一些大的这个像这个腾讯啊，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可能这个业务受到很多的影响，大型的民营企业的规模会减少，整个社会进入国家控制一切的这么一个状态，叫克里斯马状态，这个呢是一个专业的政治术语的名词。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呢军备竞赛又要增加，嗯，军人呢的待遇会增加，就先军政治又回来，跟朝鲜一样，是吧？嗯，那么就军事优先的一个特殊的人，备战备荒为人民，首先是备战，那么个人的东西就会萎缩。那么像二舅的故事啊，像呢引入成年这种感觉不着调了，影响这个光辉形象基本上没有了。那么开始这个财富的共同富裕之下，财富规范你的发财的这个财富积累的一个，这个很可怕，就不能让你富得太厉害啊。那么他会怎么实施呢？现在到处都在查税，到处都在罚款，那么谁有条件进入了习家班，进入了这个特权阶层，谁就有可能享用特权，就跟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啊。那么这个有财富的人可能就麻烦了啊。那么资本市场会缩小，上交所深交所搞不好都会萎缩啊，那么富人跟有产者会收特别税，可能会出现。那么由于这样的话，也不可能有对外统一的战争，因为内部极度的衰败，如果发动战争可能是最后一击。嗯，有人担心是这一点，那么可能要做一种超过十年的萧条衰败。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繁荣的时代结束了。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趋势是不幸严重的话，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未来我们是担心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东西的担心呢不会成为现实，但是总是要有人去做这种危机的前瞻，才能够未雨绸缪，是吧？如果连这一点这个东西还是那么狂妄而不自知，那大祸就会临头。因为尤其是一个大国，对自己的人民都不负责任，你怎么去做世界的负责任的大国呢？
对吧？这是主持人。是的，其实这个最后啊，我还是想这个，我觉得二十大肯定会对中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当然，像杨先生所提到的这些，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看到，而且看到的它的这个程度有多少，这会跟大家一起观察。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杨先生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未来的五年、十年，台湾问题你怎么看？台湾问题，我昨天做了一个直播专访，台湾民进党背景的一个。陈冲山啊，那跟我交往也是多三十多，您补看一下。嗯，反毒会更硬，触统会更软。啊，触统会更软。就是诉求会更软。第二，台湾跑不掉。第三，台湾跑不掉就围而不打，但是会频繁的宣示主权，越过中线呢、啊，诸如此类，就警告外力不要介入。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未来五年围而不打。但是会加剧对台湾的以战逼和的姿态，这个是陈明通啊，这个国安局的局长，昨天表述。嗯，美国一个前任的海军部长也警告，中共可能会对台湾不宣而战。不宣而战呢，就有一个前提是国内的问题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嗯，要拿台湾来开涮。哦，那么一文。就让台湾跟两岸，我一直在这里这段时间就提出这个主张。这个主张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要让两岸70多年或者40多年积累的财富要毁一旦？毁一旦只能让其他国家其他看笑话。如果能够在所谓的一国两制这边的一个主权怎么独立，去寻找一个第三条路径，比如说是平行四边形去寻找共同利的合力那个点，给两岸关系第一终结历史遗留问题，第二呢设计一个可以长治久安和平相处的计划，这符合美国人的和平解决两岸关系的问题的要求，只要和平解决，外国势力就介入不来。否则的话，两岸都花很多钱去买武器，去制造武器，但是呢，又打起来就是兄弟相残。1949年以前的兄弟相残够了，不能再来一次了，是不是这样子？嗯，哎，我就是余生，我就为这个去呼吁。嗯，一例，为什么一定要呢？为什么一定要为你那个大一统？大一统的维持成本很高的。你看新疆、西藏、内蒙、香港、澳门，花在台湾只是为了那些一个中国原则每次来拿买单的那些人，那个国家已经够呛了。能不能不要一劳永逸，至少维持一个50年的和平时间，让更后面的人去解决，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打起来呢？对啊，为一定要非打个你死我活？瓶瓶罐罐的摔掉，来造成一个更多的世代仇恨。中国人这个民族要命的第一，要么就很怂，要么就很执着，要么就他妈的就记一辈子仇，有仇必报。老习恰恰是有仇必报的人。嗯，是的，我不知道杨先生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布林肯在最近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可能会大大加速武统的脚步，你觉得他这种认知是有问题吗？美国人有这个紧张，也有这种沙盘推演，就是2023年、2024年在台湾总统选举之前不宣而战，找一个借口咣叽就过来，让所有的人猝不及防。但我估计很难做得到，因为现在这种卫星这个监测啊，那太容易了，大规模的部队的集结，还有战略导弹的移防，等等，不是那么简单了。制造危机可以提前半个小时，这要看习近平的政治神经是不是还正常。如果不正常，那没办法，不正常我们都要挨揍，是吧？是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对，到美国加州去好，他的导弹飞不过去。哎，这个很难讲啊，这个人口密集，说不定这个就直接对准了啊。是的，所以我去过那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那个边上有一个二战建的那个堡垒，到现在还在啊。
也没用过，对，没用是的，是的。美国其实没有经历过自己的什么本土战争，除了这个南北战争，有啊，南北啊，就是南北，南、啊、就是南北。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是内战嘛，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些战争，所以这个我觉得和平才是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现在世界已经这样了，和平要靠实力了，没有实力你也没有和平，对，没有实力就挨打了，对，不是落后就挨打，你调皮捣蛋也挨打，流氓才会挨打。好好人怎么挨打，就看接下来中国能不能够不挨打，是不是杨先生？就中国不要去随便去打别人，然后呢对自己老百姓好一点，然后呢这个核酸检测不要一天捅两次啊，这捅了大家不捅的感染不习惯。哎，是的。好，今天谢谢杨先生给我们的分享哈，这个事情当然还会继续的发展，继续请杨先生来再给我们这个神侃。谢谢杨先生，今天辛苦您。谢谢，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哈，祝大家周末愉快，这个还是要保持好心情，吃好喝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锦鲤周点评，我们下个周五再见。